对，把这个头啊，就框框啊，放到你的框框里面，然后点下面去就可以 Look at the camera. Turn left. 然后转向这边，Turn to the middle. 跟着它的提示做。Turn right. 啊，转右边，Turn to the middle. 然后慢慢的转回来，我转的太快了。Tilt your head 再看上面。Turn to the middle. Tilt your head down. 再看头。Turn to the middle. Capture completed. 好，然后看它建模。哎，还可以哦。头上就是最后的后面一点点，这个地方是合成的了，就缝合的那个地方是合成的，扫到哪个地方看得到哪个地方就有了，颈部也有，头顶上也有，脑袋是空的，对，头发这边只看到这顶上一点，这前面是四周，这是能扫得到的都有了。就扫不到的地方，它就和电脑合成的了，这个顶上的合成的了。OK，这个感觉还是算，这个软件应该是没有注册，所以它有一个水印在上面啊，感觉还蛮不错的，效果还可以，但是有点点变形，嘴巴有点变形，眼睛有点变形，眼睛那个眼镜框变形了，可能没眼睛的话还好一点，它的那些你戴的一些配饰可能会不会识别到了。耳朵会有点变形，鼻孔没问题。OK，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宜家的 Place，宜家 Place 就是放一些家私在家里的一个 AR，这个是属于 AR 来的。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把宜的家私放上家里，根据家里的空间看摆设合不合适。我们现在试一下。OK，我们现在找一个空间吧。AR 的家私模拟，这边我们是一个房间的空间在这里，然后我们这边一堵墙呢，我们可以先放一个家私放上试一下效果。找到一些家私，就是这个吧。然后我们放一下这个柜子，这个书架。那是书架，那卡莱克的格子，然后把它摆上去，摆在这个位置。现在找到位置，好，OK，好，然后摆在这里以后呢，我们现在给它调整一下位置，好，然后再转一下，跟它墙上平齐。OK，我们走近一点看啊，走近一点看它能不能。看，离墙还有多远？哦，感觉它已经在墙上去了，不行，还要移过来点，移出来点。好，OK，这样的话就更好了。对，你看这个格子了，这格子跟那是平行的，这样我们就给它放上去。好，这个格子就放在这里位置。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对。感觉有点不对劲，太小，我们给它移的近了一点。好，再下来，这样摆在这里。我们只是演示一下这个摆个柜子摆在这里。然后呢，哎呀，感觉不好看，高不高，低不低的，你这个墙好像没那么好看。但是我们可以走近来看里边，对，它已经是靠墙的，刚刚好。哼哼。所以这个就是模拟的，真的是很不错的感觉。当然我是打不开这个抽屉的，打不开门了。能不能打开门呢？打不开门。好，我们再用一个 3D 的通过雷达来扫那个房间的一个位置啊。好，我们用这个试一试。这个好像他们扫的是比较好的，叫 Poly 什么来的？这个叫 Polycam。过来看，OK，我们现在直接扫这个。哇，它这个扫得更快，它的像素更密，网格也好像更加密。那是不是我要多不同角度多扫一下，它就会分析得更加细腻一点？OK，我们看一下。好，停止。
Press HD。好。站在处理，看一下，再看一下温度。44度，哇！最高44度。这有43度、44度，温度真的很高啊。42度的，这里还都有42度，这可以上面可以煎鸡蛋了。OK， 哇，这个效果就真的还是看起来不错。那我的书包啊、哦，这个背包，这背包上面没扫，因为我上面扫的，看我的细节。这个柜子，对，这个上面玻璃板，这地板，这颜色，这墙，墙砖，嗯，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反正我们再扫一个，详细的东西可能会更好玩一点。OK， 好，我们就把它刷掉，我们重新 Yes， 或者扫这个鼠标吧，我们扫这个鼠标好了。不同角度去扫，还有这个电脑，应该有不同角度去扫，还有个相机，就是把不同角度的所有角度都给扫下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精致。HD 也是 HD 高像素的。太烂了，太烂了！这电脑这个地方也是，好像。看的，它的那扫的太，因为可能距离太短，所以呢，它的细节出不来，反而扫一些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好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那个雷达这个去扫描测试东西，但是呢，我们刚刚测试完以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温度多少，38度，对啊，这温度超高，40度了。41.3，看到没有？40度，所以这个用那个雷达去扫描东西，真的是非常哇，好烫哦！真的有40度了，很烫很烫。这是 Pro Max， 好吧？所以这个用这个去扫描呢，对那个电池的损耗应该是很烧电池烧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OK， 好了，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3D 的建模啊，还有雷达的一个在雷达扫描仪看看这个效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目前来说，我想应该只是一个消费级别的，就是好玩一个事情去试玩一下。但是你用来去真正建模做一些比较像这种模型的东西，精密度的东西，我应该是做到的。一定要专业性的级别，这个只是要手机拿来给你消费好玩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如果你想用它去做专业性的东西，还是差很远的，因为怎么说也是台手机而已，对吧 ？OK，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觉得有意思的话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鼓励。OK， 好，谢谢大家，拜拜。